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会分成两个章节，来实测最近日本那边最近在流行的快速升亲密度的方法。后半段呢，会针对观众提问，让动物主动提出搬家的方法，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呢？那我今天呢，会针对这两个问题来做实测以及解答哦。那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们平常每日可以送礼物给动物居民，借此来提升亲密度吧。而在送礼的时候，我们只要用包装纸把它包起来，再送给动物居民的话，亲密度又会增加更多。另外，我们如果是送零钱给动物们的话呢，他们会拒收而把钱退回来给我们。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几点来钻一下漏洞哦。我们可以把零钱呢用包装纸包起来，再送给动物居民。动物们拆开包装纸后，发现里面是零钱，他们就会将钱再退回来给我们。但这个时候，因为包装纸而增加的亲密度呢，还是会列入计算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亲密度还是有增加。因此，我们就可以重复的将零钱包装，不断的送礼给动物居民，来快速提升亲密度。这方法呢，也不用调整时间哦。但是呢，这个方法对任天堂来说呢，这应该算是一个 bug， 也许呢在下一个版本就会修掉了，所以大家可以趁这段时间来好好使用一下哦。另外呢，我们如果重复一直跟同一只动物们对话呢，动物们会觉得很烦，暂时不想和我们讲话，这时它头上会冒出黑色的线团。也不用担心这个情形呢并不会扣亲密度，我们只要等它黑色线团消失了，我们就可以再继续与它们对谈送礼咯。接下来呢，就来讲一下动物主动提搬家让泡泡转移的相关问题哦。那有观众呢说，自从更新到 1.3.0 之后呢，岛上有人想走，照着我之前的方法来做呢，都无法转移泡泡了，都还是同一只动物想要走哦。那我现在就来实测一下，是不是改版后这个部分也改动了呢？像我现在岛上小润想要离开了，那之前的话呢，其实只要按个简介记录后再进来呢，就有机会转到其他人身上了。但是呢，测试几次之后啊，我发现泡泡都还是停在小润身上，无法转移出去哦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再试另一个，就是我之前在直播时有教过的方法哦。那就是呢，我们不要理它，直接往后调整一天哦。那泡泡呢，就会转移到别人头上了。但是要注意哦，不能挑在礼拜六，因为 KK 来岛上唱歌的时候呢，可能大家都想听演唱会吧，就不会有人想要离开岛上。那现在呢，我就跳了一天之后，换天佑想要走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就成功的把泡泡转移到别人头上了。所以大家之后呢，就可以改用这个方法咯。另外呢，频道2000订阅的礼物呢已经送出去了，在这边恭喜得奖者。而且送出去后呢，频道也快3000订阅了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哦。那之前呢，有观众问说会不会办个 Q&A 活动，我自己是很怕办的，结果没有人想问问题会很尴尬哦。
那如果大家呢有什么想问的呢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。如果等哪天3000订阅了，也许真的会有人想问事情，那我就来拍个 Q&A 吧。啊，如果没有就没有了。那影片最后呢，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张来自香港的11岁小妹妹画给我的作品哦。她画的是阿姨哦，而且还穿国王装呢，超可爱的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的频道啊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